英国老一个建成，马上吃了厦门岛上的标志性建筑。英国老的设计，罗马韵融合了多种风格，外观看起去是西式的洋楼，窗啊由无相颜色的玻璃组成拼接，罗马条顶面的雕花优雅精细，外墙顶面也有粉蓝色加粉红色水底砖啊交错点缀。大楼的设计虽然是西洋式的，但是车的工人却拢是闽南本地人，这伫当年是轰动一时。